为你做的事情，承担后果。 铁道飞虎实在是一个我电影生涯里边太特别的一个事儿，是一个突然的灵感。首先，这个题材比较有动感；另外一个很爷们儿，还有一点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故事，群众基础比较好。他是个非常用功的导演，而且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导演。对，他很努力，每天可能只睡3-4个小时。 气得比谁都不行。有一次还发烧，擅长于攀男人戏的一个导演，这个男人就是很爷们儿，很硬汉的一个形象。他喜欢紧张感，因为他要拿枪顶着你。我很喜欢他的性格，而且很荣幸。我跟成龙大哥合作，就是充分的信任。我想写一个团队，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组成的敢死队。 我希望他是让很多观众能感觉到团队的力量。100，D00，马上就出大事情！他很搞笑，老逗我玩。我上一部电影是《解救吴先生》，是一个很紧张、带点悬疑感，甚至说有点压抑的这样一个故事。对我来说，我想透口气儿，我想拍个喜剧。 研究了很多历史的史实，决定把它拍成喜剧片。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胆和冒险的决定。其实吸引我的地方就是，这个是一个经典的电影，我们比较喜剧。任何一个创作，你给的空间越大，就越好玩，大家就越会去施展自己的能量。一生中要做一点大事，跟你们说也没用，你们这种人。 干不了大事儿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个都会这么做。干，明天就干。活力，综合了喜剧、动作、温情，很多很开心的元素都在这部电影当中，笑中带泪，温暖中带着感动。铁道飞虎，这辈子可能这样的事儿就干那么一次，冒一把险。